第2305集。我是谁？那个声音再次从太场里面响起，他的感觉很痛苦，他似乎一直在苦苦思索，但是他一直想不起来自己到底是谁。没错，你是谁？叶浩轩盯着太长，现在他还弄不清楚对方是什么。是啊，我是谁？过了这么多年了，我已经忘了我到底是谁了。那个声音喃喃地说，我只记得我生于天地未开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宇宙一片混乱，爆炸、火海、风暴，我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碎片，一颗陨石罢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天地初开，混沌两分，日夜两极，日月得辰，构成了宇宙万物。那时候我拥有意识，我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也不知道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我只是觉得我是这个世界的一体。哦，对了，我还有13位兄弟姐妹，他们。这个声音喃喃地说着，突然他沉默了。沉默了很久以后，他终于再次开口说话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终于想起来了，我是贪狼。贪狼？你说你是贪狼？叶浩轩倒是吃了一惊，他看着太长身上浮现出来的那个虚影，只见一名男子在苦苦地思索着。没错，我是贪狼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贪狼新君，我被困了多久了？贪狼猛地抬起头，死死地盯着叶浩轩。你是何人？为什么我会在这里遇到你？这个说起来有些话长了。叶浩轩组织了一下语言，啊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跟你慢慢说。慢慢说？你就是那个居心叵测的人，我为什么要跟你慢慢说？贪狼暴喝一声，伸手向叶浩轩抓去。叶浩轩右手一捏，太长飞回了自己的手中，他迅速的后退，沉声喝道：哎，有话好说，千万不要动手，我跟你的两位兄长是认识的。但是贪狼根本就不听叶浩轩的话，叶浩轩只感觉到自己的眼前一黑，紧接着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他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黑幕之中，而这个黑幕异常的阴森，他疑惑地看着四周，想从四周找到突破点，但是四周却像是无尽的虚空一样，根本没有一点出路。你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当初把我们压在那里，强行抽离我们心里的人是不是你？黑暗之中，贪狼的声音响了起来。如果我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将你们14星君同时困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还能无限制地抽取你们的心理为我所用，那我现在岂会这么容易被你入侵到意识，来到这无意虚空呢？说得有道理。贪狼沉默了片刻，他似乎也觉得叶浩轩说的没错，如果他真的有那么强的能力，又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轻易地困到这里呢？那就是了，你放我出来吧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跟你的两位兄长七杀还有破军都认识。你觉得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黑暗之中，
那个笑声又传了过来，随即一个恶狠狠的声音传过来：我是正儿八经的在跟你说话，我的话怎么就是鬼话了呢？我对你真的是没有任何恶意，你先放我出来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放你出来，有话好好说。你以为我会这么轻易的上你的当吗？当年你把我们十四星军关在那个地方，无限度的抽取我们的心力为你所用。现在我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而且困住了你，你觉得我会这么轻易的放你离开吗？那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的话呢？行了吧，你现在的情况你自己还不了解吗？如果不是我汲取九天的心力，让你沾染了星辰之力之后恢复过来，你恐怕还在沉睡呢。你到底是谁？贪狼又是一阵沉默，但是他还是不肯放叶浩轩离开。我说了，我是你们十四星君的恩人，你快放我离开。今天如果你不把话说清楚，我是不可能放你离开的。如果你不回答，那就待在这无尽虚空里面过一辈子吧。果然呢，你和传说中的一样。什么和传说中的一样？你不要在我跟前装腔作势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。都说贪狼星君生性多疑，看来是一点也不错呀。叶浩轩索性把太长收起来，反正这无尽虚空是哪里他也不清楚。不过既然贪狼醒过来，他得跟这家伙好好的谈谈。毕竟不管是谁沉睡了这么多年，出来的时候对于未来总是要带着一丝恐慌的。现在贪狼恐怕就是这种情况吧。他很恐慌，他不知道自己身在哪里，他更加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。他只记得当年把自己困在大阵中的那个人十分的可怕，他们十四星军尽数的被困在那里，然后被人无止境的抽取身上的心力。我也就是凭着我的多疑才能混到今天这个地步的。小子，你快说说你是谁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如果你再跟我说那些不着边际的废话，我将会把你永远的困在这无尽虚空之中，让你永生永世受着折磨。哎呀，听起来好可怕呀。那我跟你说了，我是你两位兄长的朋友，有一次我意外去到了一个未知的地方，在那里破开了大阵的禁制，但是你们几个没有本体，所以只能滋养在我的剑中。这一次是我对付强敌的时候强行的调动星辰之力，你也正是沾染了这些星辰之力，所以才会醒过来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。哦，难道你就这样对待你的救命恩人？叶浩轩有些没好气的说：你以为我会相信你的鬼话吗？可惜现在我的心力只能维持我的形态，否则的话，我现在分分钟就让你尝尝什么叫做星辰之火。星辰之火？哎，你还有这手段呢？叶浩轩瞬间来了兴趣。要不我渡给你一丝心力啊，然后你玩点星辰之火让我看看。星辰之火岂是你这种凡人能看得到的？行，既然你不想说你是谁，那你就在这里待着吧，直到你自己愿意说为止。贪狼冷笑了一声，抽身就要离开这里。你是打算要把我关在这无尽虚空里面一辈子吗？叶浩轩叫住了贪狼。如果你不配合，我真的会关你一辈子的，你千万不要把我的话不当一回事。说真的，你在我眼里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。哎呀，你们这种人刚出来的时候都是牛逼哄哄的，说别人是蚂蚁，这个是蚂蚁，那个是蚂蚁，但是你们真的有了解过你们自己吗？啊，你们所生活的地方众神之界已经崩塌了，
你们沦落到被别人压在大阵里不断的抽取心力，狼狈到这种地步了。我都不知道你们的优越感到底是从哪里来的，动不动就说别人是蝼蚁。哼，你们倒不是蝼蚁，但是你们一众十四星军被人困在大阵之中，无度的抽取你们的心力为他们所用，你们连蚂蚁都不如吧。现在你倒好，刚刚得到自由就说别人是蚂蚁，你觉得这样合适吗？你到底是谁？贪狼死死地盯着叶浩轩。他们十四星军之间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，可是叶浩轩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？你先说，我到底说的对不对？如果你们哪怕是有一点点尊严，也不至于会被困在这大阵之中，无度地抽取心力，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地恢复过来。早在很久以前，众神之界发生了一场让所有人都没有办法改变的变故。贪狼抬起头，他喃喃地说，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去形容那场变故了。所有人都被冰封在那个世界之中，我们十四兄弟拥有星河之力，可调动九天星辰之力为己用，所以我们逃出了众神之界。本来以为我们逃出那个世界以后会逃出升天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的规则约束我们，天地宇宙任我遨游。贪狼呆呆地看着天空，两行清泪突然落了下来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一天我们十四人被无形的力量带到了那个大阵的正中央，大阵暗合天道宇宙，我们每个人对应自己的位置被封印，然后就会有人抽掉我们的力量为他所用，我们十四个人沦为了被人抽取心力压榨的阶下囚。一眨眼就过去了这么多年呢，我已经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了，但是昔日的仇我怎么可能不报？是你，是不是你？贪狼死死地盯着叶浩轩，他死声吼道，你对我们的事情那么清楚，你说是不是你把我们压在那个阵下无度地抽取我们的心力的？这当然不是我，我可没那么大的能耐，我到现在也不过是一个勉强有金丹大道实力的凡人罢了，在你们这些人眼里我就是一只蝼蚁。你说谎，你手里提着的东西就是关我的东西，多少年过去了，大阵应该已经有了变化了，你把我们封印在你的武器中就是为了更加的方便提取我们的心力吧。唉，都说贪狼生性多疑，今天看来是一点也没错呀。叶浩轩叹了一口气，说真的，遇到你们十四个人也是意外，现在七杀和破军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，你刚刚苏醒，只要你待在太常里一段时间，你同样也会恢复自由之身，前提是你要信任我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你可以当我没有说过，你现在可以走，但是你现在连残魂都不如，我觉得你应该走不了太远。我劝你一句，如果你不想形神俱灭的话，那就在我的太常里面老老实实地待上一段时间，待过了这段时间以后，你就可以恢复自由，到时候是走是留，悉听尊便。哼，我好容易逃出了那个牢笼，你觉得我还会回去吗？贪狼抬起头，他冷冷地盯着叶浩轩，你骗过我一次，你觉得你还能骗过我第二次吗？我真的不是在骗你啊，
我知道这些年你在里面不断的被抽取心力，一定很痛苦。但是你要清楚，这个世界它已经不是以前的世界了。以前十分厉害的人，现在早已经销声匿迹了。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。所以呢，你应该把你以前的那些东西都放下，你尝试着相信一下别人。你这样的话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是真的有信任的。你给我受死吧，孙子！贪狼双眼中赤芒一闪，就在这瞬间，叶浩轩周边的景物是风云变幻。他和贪狼来到了一片沙漠之中，远处一团团的龙卷风不时地在纵横交错着，一副末日一般的景象展现在叶浩轩的跟前。哎呀，是不是你们所有的星君都会玩幻境这一套啊？叶浩轩有些无奈地说，你大哥七杀和二哥破军刚醒来的时候都是这样，每次我都要苦口婆心地劝他们一番，是不是你们十四星君每个醒来都要这样跟我干上一场啊？哼，我们十四星君立于天地之间，是不会听取任何人的话的。你害了我们这么久，今天是时候让你付出代价。贪狼冷笑一声，他右手双指并起，向前微微的一指。